你的。
感受这个乐器的节奏。那么我们再来到舞蹈的表演。
陆霞梅老师呢，他对舞蹈方面的热忱呢，
带动了我们独行华侠的那种演绎的那种天分，以及我们的这个潜能啊。那么好像陈峰刚才刚才主席所讲，每一年或者是我们重新学校有派队伍参加必多的舞蹈班比赛，我们一定得奖，我们一定得奖。所以说这个也证明跟我们重新学校的老师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那么这种天分呢是整个必多公认啊，公认的。那么不久三月二号我们将到沙巴的参加全国赛，而且我们也不是第一次了，我们曾经去过槟城，去过阿洛萨，去过这个新山等等啊。那么我还记得第一次呢还是在旧蒙古天后宫啊，天后宫那当时的舞蹈员呢现在已经做到母亲了啊，就是这些点点滴滴，我们肯定会那么多人才，那么带回了很多，培养了很多对舞蹈有热忱有天分的同学啊，各位你不要小看那么小这个学生们呢，同学们在台上的表演的三十分钟，但是幕后的工作当我们的老师们呢策划了很久很久，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道具，包括刚才的截止我都留意到，在幕后付出很多很多的老师们，谢谢你们，希望你们继续的为重新教育继续的鼓励我们的孩子啊。好，各位，重新学校一路走来，从成立到今天，明年就已经是110年了啊，所以我相信可能那么董事会和三机构呢都会是否有一个庆祝迎接我们110年的校庆啊，那从学校。但有一些有一点很遗憾的就是呢，我们学校这个土地的面积呢的确是非常的小，限制了我们这个发展的空间。所以当时在2016年我们曾经探讨过建校，但是后来还是不成功了。我相信这个计划呢能有一天能够实现，让我们重庆学校有一个5英亩或者6英亩的土地，就好像公教中学那么大，有草场等等的篮球场，有盖的篮球场等等啊，这个呢就比较理想了啊。但是计划这个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工作啊。那么小弟呢也可以说是老了，要交给年轻人年轻的一代去实现啊这个计划啊。那么公教中学就不同，公教中学那个空间很大，我们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那么今年呢公教中学在10月8号也将会举办那个由联合这个海鸥体验呢办这个爱华教育营，那么我们筹款的目标呢是80万啊，到时我也希望我们的重庆的家长们多多的支持我们，因为将来你们的孩子也是到公教中学去继续你们的学业啊。那么今天除了这个本经费让我们学生让我们的同学们一个表演以及展出他们这个天才天分以外呢，那么也是我们的这个毕业典礼啊，在座的6年级的老师们，那么教育孩子这个学问真的是很深的很深奥的，你要看你的孩子的性格，你家里的环境等等，你才决定你孩子到底要到什么中学去继续你的学业，因为中学对你孩子的将来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你下错棋了可能可以影响他一辈子。所以这个决定呢相当重啊，相当重也很难做决定。那你要升学到中学选择你中学的时候
不妨跟其他已经有孩子在不管是读中也好，国中也好，国立学校也好，私立学校也好，跟他们多多的交流，最主要还是看孩子他的那个性格啊，然后你来做出最后的决定，不能够说哎那间学校好了我们去那间学校 ，B 学校好了我们去 B 学校 ，A 学校好不等于代表你的孩子去那边呢就会得到好的成绩、好的学习，比较看你的孩子那个刚才我所讲的他的那个家庭环境等等，所以呢各位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就决定，哎呀，读研干嘛？唔读研干嘛？青菜啦，不能够这样，因为将来我们的孩子，就算你做一个博士，你都要有diploma，因为现在博士就可以修好，现在的博士你要diploma，因为他的电子板一坏，坏了或者有故障了，你就要用掉这仪器，全部都是英文的，你怎么办？对各位，确保你孩子的将来，你们读中学、大学的时候，你们要很谨慎。现在连我们的这个网络也很方便，你去谷歌check一下，看看其他人的一些意见，然后我们才做出这个决定啊。所以说，你去国际学校就好，你去初中就好，是吧？就要看你们孩子的那种倾向，他要学习的是什么。所以各位，所以呢，我希望总而言之，不管你是上哪一类的中学，千万不要放弃中文。我差不多每一届的毕业典礼呢，我就强调这一句话，千万千万的中学不要放弃中文，因为整个亚洲或者是我们大这个 Asia Pacific 这一边啊，以后的强国就是中国。我曾经讲过很多次，我们马来西亚的华医生到台湾中国是非常欢迎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们会写会听会读，新加坡人就不会，他只会讲会听不会写不会读啊，这是我们的优点，我们会写会读。更一个优点的就是，当如果你孩子在为中国的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发话我们的护照是全世界是排名20里面的，你说我明天去英国马上就可以去不用 visa， 但是中国的公司就不能够，所以很多中国大企业为什么很喜欢聘请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华裔作为他们的员工，这个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啊。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优势，那么大家各位家长好好培养你们的孩子啊，培养你们的孩子，那么以后他的生活呢才有一定的保障。毕竟我们华裔在马来西亚的这个人口的比例呢，会越来越低。重庆学校由当初我的年代1000个学生、1200个学生，一直到现在新学年，我们又破纪录了，少过400位，380多位，是吧？我今天拿到两个阿弟啊，关。Muhammad Irwan bin Mansur wakil kepada pegawai PPD daerah Malim. Saya kali nama tanda pilihan hari ini adalah di bawah kami sekarang. Baik, saya akan berusaha. Saya di sini lolo-soso dan cakap banyak. 主要是确保各位孩子的前途能够有光明，有保障的明天，有保障的将来。最后，我在此呢，以最愉快的心情，正式宣布，在由马林中心华奖，也加了第15届肯定晚会顺利的开幕，以及毕业典礼是第几届？80多。
我们110年119年二战时候停了，应该是80届了啊，应该大啊哦，这样这个不要忽略啊，这个要写起来，这是我们的历史。在明年的毕业典礼要记录起来，到底是第几届啊 ？OK， 好，谢谢各位，也祝各位啊，还是农历新年了哈，也祝在座的每一位呢，那么新春啊，这个快乐，那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谢谢。
十二届中小学舞蹈光荣晚会以吸血主题正式舞蹈颁下小学主题奖。正式舞蹈将于3月20日赴中央参加全国儿童舞蹈光荣赛。接下来有请
的同学们。接下来不会来玩的同学将为我们带来鼓掌表演，孩子的天空。郑立方代表
刘俊勇先生，还有陈冰豪的校长黄一香女士，不该为 PPT 马林，各位嘉宾、各位家长、各位学生，大家晚上好。本人是代表校友会出席这样隆重的恳请晚会。其实去年我也是有参加过类似的活动，不过去年呢，就因疫情的关系，大家只能在线上以上网的方式来观看这个恳请晚会。今年就不同了，大家可以面对面坐着高高兴兴的看老师及学生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节目及舞蹈。时间过得很快，各位小六毕业将完成六年小学的生活，再投入到全新的中学生涯。我本人认为小学六年的时光是最开心及最没有压力的日子，所以各位学生，你们要好好去感受这些美好的读书日子。小孩玩耍固然重要，读书也很重要。读书可以提升大家的知识，美好的未来人生。父母辛辛苦苦的赚钱养家，老师用心去教育各位学生，所以饮水要思源。希望各位学生可以要感恩父母你们的养育之恩，也要感谢各位老师对你们的栽培之心。最后，各位小六生，你们已经长大了，经历六年的小学生活，你不是当初的小孩子了，进入中学时代，我希望你们可以学得更加的独立和自爱，不要让还有那些不良的东西去影响你们的未来。最后，我代表重庆校友会祝福每位毕业生，还有各位在座的嘉宾身体健康，学生就前程似锦。谢谢大家。有请。
心。
啲茶樓咧，黃天富啊，佢就講咧，佢要問題啦，係啊，啲問題要問嘅難度，好多係嗰啲越近越難。上面有茶。Okay, terima kasih kepada tuan-tuan pengacara dan majlis. Okay, selamat malam semua. Baik, yang berusaha Encik Goh Chong Seng, wakil lembaga sekolah IPS kita, YDP-PIDG Mr. Lim Chee Wah, okay, kerusi murid tua ataupun alumni masih kita lulus murid tua Mr. Tan Yi Hui, Mr. Petron kita ni. Again, wakil YB Chandika, Mr. Liu Gudong. Okay, yang berusaha Puan Piong, Guru Besar SDJC Jumsin, yang saya kasihi. Barisan Pelong-Pelong Kanan, sahabat lama saya, Puan Tok, GB SDJC Piu Cheng Tata. Mana Puan Tok ni? Ada. Okey, Puan Tok, dia tak nak balik sini lagi tu. Okey, seterusnya kepada semua guru-guru, ibu bapa dan anak-anak yang hadir pada malam ini, terima kasih diucapkan kerana menjemput pihak PBI. Di sini saya ingin sampaikan salam. Okey, daripada Tuan PBI kita, Tuan Hamizah Abdul Hamid. Okey, untuk maklumat semua, Puan Hamizah ni boleh berbahasa Cina. Mak ni memang orang Cina, bahasa Cina asal dia. Okey, Puan Hamizah ni salah, memang dia sangat-sangat nak datang, tapi dia terpaksa bergegas ke Putrajaya. Dia ada urusan kalapi dan juga besok pagi sebenarnya. Okey, saya juga ini menyampaikan ucapan tahniah kepada semua, terutama sekali kepada guru besar kita Puan Keong. Satu tepukan kepada guru besar ni, guru besar sekolah. Okey, tahniah dan terima kasih kepada guru besar yang berjaya menghancurkan menentukan malam nantis malam kebudayaan dan majlis graduasi tahun depan SDPC Jumsin bagi tahun 2022 dan 2023. Okey, untuk perhatian tuan-tuan dan puan, saya rasa sebelum ni sekolah ni pernah menghancurkan pada tahun 2018. Saya ada datang ke sini, dan tahun-tahun sebelumnya 2019 yang terakhir, seterusnya kita tak dapat hancurkan pandemik COVID. Okey, pihak PBI juga mengucapkan juga terima kasih dan tahniah juga kepada pihak sekolah yang telah mencari penaja. Okey, dalam kita tengok ada list penaja-penaja. Okey, tahniah dan terima kasih kepada semua penaja yang telah menaja. Montong tunjuk baju baru ni ada. Okey, dapat baju baru. Dari jajaan juga. Alright, seterusnya berita gembira juga kepada kita. Sekolah ini juga wakil dalam acara tarian di Sabah yang akan berangkat pada 2 hari bulan 4. Okey, pihak PBI mengucapkan terima kasih, tahniah dan good luck. Okey, usaha yang terbaik buat yang habis baiklah. Kalau ada masa kami akan pergi dulu. Okey, saya harap disebut minggu sekali lagi boleh open table di sana. Okey, dan kita berdoakan, kita we pray for the best dan berharap agar sekolah
support dan sokongan dari pihak-pihak luar sangat dilalu-lalukan. Okey, saya rasa saya tak perlu bercakap panjang pada malam ini. Kita banyak lagi kesempatan yang menunggu. Dan sekali lagi, saya teruja dan suka tengok anak-anak kita yang membuat kesempatan. Jadi ada yang salah sikit, ada yang terkelak sikit, ketawa. Itu adalah rangkap dia yang membuatkan kesempatan itu nampak lebih ceria dan lebih lang dan lebih. Okay, sekian kajian dari saya. Terima kasih kepada semua dan terima kasih juga kepada pihak sekolah yang telah menunjukkan acara ramai malam ini. Sekali lagi,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juga. Gracias.
院嘅人點樣去理解你哋嘅事？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请现场的电商带来一首动感之间的古板黑桃杯。
的身份更加的精彩。各位来宾，因为疫情，学校没法办的金牌，好几年没办了金牌会，今天是疫情稍微缓和的第一次董庆晚会。大家都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整个活动除了学生的落地练习而已，练习和演出，老师们的功劳实在是功不可没。今天同学们也表现得非常精彩，你们是最棒的。各位来宾，大家都知道要举办一场恳亲会，除了人力，我们还需要大笔的财力。这一切我们都一一的解决，因为在我们的背后有默默支持我们的团队，也就是董事会、家教协会和校友会，当然还有安东马云区和外面一带的热心人物的支持。谢谢。当然我们还有我们重新的团队，也就是我们的老师们，希望我们继续把这团队精神联系下去。各位来宾，欧阳林学校所有的31所小学在今年都已经被列入我们学校的转型计划，也就是 Transformation Scholar DS25， 而重新学校是第七批被列入这项计划中。这是马来西亚教育部为了提高我们的学生和学校的素质，使其符合我国当前的教育需求而进行的一部分。这是根据2013-2025年的马来西亚教育发展计划，也就是 BBBM 所含包含的愿望。在实施管理和领导力及学习及处理的教学中，是适用最实践的策略，使到我们的学校有卓越的人力资本，一个有趣的，使到我们有一个有趣的学习环境，有质量和有眼界的引导与支持，称职和有抱负的老师，积极的社会承诺。为了使这项计划成功，让我们身为学校和社区的一份子，一起努力，一起为重新学校加油。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事事顺利，有一个美好的夜晚。谢谢。谢谢王校长。小心
与同伴们一起成长的过程，过程中有苦也有乐，有泪水也有欢笑。然后现在我们当了女的，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把他们弄得有压力，他们就他们今天我不上楼，什么什么也干什么也。然后这些事情所发生的旁边干嘛的，我们生活都旁边一头什么的，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脑海中不断泛起昔日与同伴们一起学习、一起玩乐的情景。所有这些温暖的记忆都这样的刻在我们内心深处，是金钱也买不到的匮乏。你这么多妈妈在那边你要不要说很难听的，我们不说了，我们不买我想买了看小朋友的朋友一旦没有时间的了就给我看看小朋友看你看看你们看看看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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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感觉阿德拉还跟两只大脚在一起的大家。在这里我要对六年来默默关心我们的师长们致以最崇高的谢意。尊敬的老师，您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教给我们丰富的知识，你们循循善诱，谆谆教导，让我们明善恶辨是非。谢谢你们，我的老师。Di sini saya merapatkan setinggi-tinggi penghargaan kepada guru-guru yang telah banyak mengorbankan masa dan tenaga. Engkaulah orang yang mencurahkan kami dengan ilmu dan pengetahuan. Engkaulah orang yang ajak kami membesarkan dosa dan salah. Terima kasih cukup.都道不尽对同学、对老师、对母校的无限眷恋。我们中国人和你那么比较多的我不下我们公司还在发展的工作我们在等各个方面网站都有来收集。最后祝同学们学业有成，更发有为，祝老师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祝母校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栋梁之才。我也感觉咱也都按照什么方面都可以咱俩投咱也是在国国家投入足够足够大家是谁咱也都说了重新的话我们不然后让他们努力的把他们带进来了。谢谢你重新再见。大会有请重新学校校长黄怡香校长为六年级毕业生代表官方致有图书。接下来请欣赏六年级学生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华。
将由小学生变成了中学生，从此迈向人生的另一段旅程。言语道德性他们对母校的感恩及不舍，唯有那丝丝眷恋遍遍情感的道德呼声。现在有请全体六年级，有请全体六年级毕业生最后一次登上重新学校的舞台，为我们唱出两首毕业之歌《纪念》和《弦乐》，掌声送给他们。
祝福各位，我们明年再会。